没有输给我们刚刚的姐姐们。哦，那个传度也是没有在开玩笑。有没有看到我身旁这人好像有点眼熟？搭团的概念，马上我们刚刚在今天的女孩盛典为我们带来最后演出，就是我们的 Orange Mink。蛮大挑战，尤其是像大家知道米娅其实平常都是一个甜美可人的一个风格，但今天总算是大解放了，是不是？好，先请米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就是跟团员们一起挑战这首歌的心情。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凑，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然后在就是说一开始在学动作之外，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很担心拖累大家，所以就是还有请蚊子帮我们看一下，就是有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然后大家其实都很用心，然后其实为了这个表演，大家都付出很多时间，然后熬夜啊什么的，对，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突破。好，掌声鼓励今天的成。呈现出来的结果果然是非常非常精彩。那我不知道刚刚那边有发现有一段他们是真的是唱跳的呈现哦，就是我们的优米亚跟那个赖赖这边。那其实这一段 cover 其实我之前在他们的 IG 有看过，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尤其是我们知道优米亚是中韩混血，所以其实他的韩文 rap 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他本身也是就是风格蛮多变，就是对那个路线很广这样子。那赖赖其实这次挑战韩文的 rap，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其实那时候我和因为这一次的表演是从跟 Yovia 在 YouTube 上是 cover 的那一次表演的延伸，对。然后那一次Yovia 真的很细心的帮我每一个韩文一个一个教我注音，对。然后到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可以现场唱，因为在录音室里就看着我自己的注音追录就好了。可能就是竟然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现场唱韩文饶舌，真的很谢谢就是 YouTube 给我们这个舞台。对整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唱出来。那想要问一下我们的优米啊，就是当初是怎么样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出这个延伸的一个风格。那团名的 Orange Pink， 我们刚从那个舞马里面听了，其实他们蛮多 Blackpink 的歌嘛，是要跟他们致敬吗？对唐宗会听到我懂这个。好，我们请那优米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舞马，就是当初跟赖赖啊，就是你们先 cover 嘛，然后再延伸这一整段的表演，就是当初怎么样是定调这个风格？那这个成员的挑选是你们本来就已经配好了吗？还是没有？我们是对报名制的这个韩风团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 Blackpink 的歌，觉得不错可以剪在一起的，把它弄成一个组曲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是Unique Girls， 所以我们叫 Orange Pink， 就把它组起来了。Yeah， 没错，我们今天呢一口气有四五个团体，今天一次就是正式的亮相。那我们期待以后我们的 UG 也可以像我们的女团一样有子团的一个发展，也许会有大家新的不一样的那个化学变化这样。那最后想问到一期，就是其实今年是我们的新学妹，不要哭，一期问号，一期问号。好，这是今年第一年加入，然后就参与到我们这个女孩盛典。不要哭，卫生纸，卫生纸，你哭了，你哭了，不要哭，我海酸了，我海酸了，你哭抽筋了的。这个先不要讲出来，对不对？我们先维护一下这个帅气女团的一个那个形象。好，先请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可以参与这个，尤其是我们知道从前面这个单曲的准备就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然后再加上今天赛后演出，其实也要另外像刚讲，还有另外抽时间来练习。那一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吗？很紧张。其实我本来是想参加那个 live。等一下，这个，你这是我的姐姐吗？高不错吗？高不错吗？年龄身高，年龄身高，未成年呢？我有那年龄身高限制，光真。刚刚有在地板的部分，对这个部分没有输，对。对，好。对，好，对，对，对。
对，板凳都拿掉。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不要，我要做，就是要跟他们拼了。对，那有后悔。你让我们看一下膝盖的部分，膝盖的部分还多一点。真的，真的。好，我们会再加强舞台清洁部分这样。好，那这还是要请飞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今天除了要准备舞，然后赛前安全，然后现在又准备这个，他这么准备，他真的是压力山大，真的是压力山大。对，那现在结束之后有没有释放的感觉？等一下要好好吃，吃一顿。对，好。好，我们非常开心的，我们这次有 Pink 来给我们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最后呢，不要哭，不要哭，已经有哭，祝福你啊！好，我真的是很难得，不要哭，不要让我访问，是不是？不要哭，不要哭。好，我们很难得可以看到我们女孩们用这样的风格在我们的舞台上呈现给大家。大家有没有想到他们来个帅气在舞台之类的，要吗？准备好你的相机喽！哎，帅气，帅气，帅气。那个韩风感哦，对对对，那个米娅的可爱先隐藏一下，这样子，帅气帅起来，帅起来，女团对女团霸气啊！来，我先帮你把麦克风收起来，好第一道，第一个姿势，哇，真的有帅，米娅可以，米娅可以，有杀气。好，第二个姿势，已经笑场了，已经笑场，帅气，这不是，这不是帅气，前辈指导一下。米娅，这不是帅气，你看一下旁边的优米娅多帅。好，我第三趴给他一个那个平板的机会，好不好？第三趴，来来来，准备好哦。凶一点，凶凶凶狠凶狠。好，可以可以。不会就是脸臭，好不好？就是脸臭。你们刚刚 cue 了这个三连拍之后呢，姐姐这边有点不乐意了，不是很开心哦。姐姐说要鼓性感三连拍，